没玩。keyboard 卡吗？你知道 keyboard 卡是什么吗？哦，这个是怎么起？keyboard 可能有点看的不奇怪，对呀、啊，但还好。然后这个是，我藏了一个，这个好像是那个、欸，不要了，不要，不玩。然后这个好像有点像杀谁是杀手，你要谁是杀手 ？OK， 砰砰砰！比赛开始，准备降落。我降落了。OK OK。侦探，我也是侦探。对，无法。你也是侦探吗？不要杀我。目标是帮警长找到杀手。我吃了。吃了啦。喂。喂，好吧，我们直接跳到下一局。派对计划好了。一结束啦。我还干嘛捡呢？至少我得到200多元。我得到100多吧。我是200。哇哦。钱钱250匹，还要50，哈哈哈！好大！我来干，我跳机哦！跳机！差点就得到猎人了。我是猎人，你是骇客。你要杀你是队伍吗？然后我看了，你是杀手，他也是骇客，希望不要让人捡到我。啊！呀！旅游旅游。但不是我杀的。哎，你怎么变这样了？大的。喂。你是警长吗？我是猎人。喂。哎，我怎么有排名啊？哎，我的这个好大哦。因为你是猎人，而且杀我。而且我什么也没杀，就得到8块。是蛮厉害的，嗯，叫鸡，这个真的是飞机耶，哦，这引擎都没有接好啊，在飞，可是，然后这应该是飞船，跳机，又是骇客，骇客是干嘛的？养主机，这个是主机啊。骇客是要干嘛的？就这样结束，就这样结束，完全不懂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接受。为什么我来到这个？怎么点？我点到什么？没关系，我重进重进。Hello。学不了，你这个。这个是干嘛？跳机，出出，侦探，你好啊，侦探。我有什么道具？喂，谁是杀手？谁是杀手？对，不是什么？告诉我谁是杀手啊！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
我很快拿。他刚刚是什么？龙。你在哪里？你按任务我。买了。哦吼吼 ，Hello， 有点恶哎、欸，其实，真的，蛮恶的，哈，偏向查尔斯小火车，吊机吊机。不跳机应该有一只都被传送吧？四三五 ，Hello， 不跳机，算了，我要跳机了。我不跳，你们就不跳。哎、欸，还是会被传送吗？这些好恐怖、哦！然后不是拍毕业照了。然后这个螺丝水，我在右面。是。我的脸，哎，我真的很喜欢我这个龙。你是从哪里换的？买的、啊，上面那随便用钱买的，用中间那个。啊，对，用中间那个买。屁耶！你不要按，赶快上来这里才可以玩游戏。跳机，跳机。我的四武器弹掉了，我先离开。准备好杀的。哦，伪装感觉是无辜。自己人能杀自己的吗？我要告诉大家，我做那个。Dragon。杀人，不拿刀不拿，和平好吗？喂，谁偷袭我？是谁？谁打在我后面偷袭啊？太棒了！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玩？我们上来，不知道你那边是怎么了？上来，我已经修好了。一单吧，拜托了，拜托不要，来准备跳机，喂，啊哈啊哈啊 ，OK， 嗨，来，先看，派对，你就是要拿那个去让别人成为派对的，拿哪一个？他是骇客，你是派对，你是派对。Yeah, Oh my god， 那个人是凶手，那个人是凶手。哪一个人？哇！快点，凶手已经来了，一堆人在凶手，很多人是凶手，我都知道，因为我有一个侦探镜，侦探还蛮好用的，只不过有点烦。可是为什么我没有你那个头？你要买啊？从哪里买？耶、yeah! ！哇，你好厉害哦！总算看到你在排名了。我
是这样。而且我其实有点不太懂，他这个是怎么算，怎么样才可以到排名，我有点不了解。我要去舞台上面了。啊？没有去舞台就不能加入。很尴尬。OK， 这样我就可以加入。biu， 冲啦！哎，派对其实很容易就那个。然后我得跟你们派克。吃猎人。还是鬼？猎人呀。你就在我旁边。不希望我的东西。好啦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再玩一局啊。再玩一局好啊，那我们再玩一局好吗？我每天呢都会把，如果有拍影片，我就会把里面的一些内容尖叫做成很奇怪的东西会出来。算，我其实不太懂会出现。算了，要跳机了，各位。派对规划，派对规划，这些人怎么就是跟我玩？这个人好可疑。你们都给我变派对人。变派对可以干嘛？你觉得可以排队？我已经死了。狙狙。啊！妈妈咪呀！妈妈咪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耶！25，我赚输了！耶！我们两个都在排名，好好笑哦！实在是太感人了！太感人了！哎，我们是两个兄弟在一起。实在是太感人了，我们再玩一局好不好？看，我现在抽到了一个剑，心碎者，无辜嘞，好烦。派克，这个游戏其实你抽到都是蛮无辜，真的就不能干嘛？派克，无辜就是什么？无辜者。派克就不会杀人吧？看起来好吃。等等，我现在杀派克。哦。谁是怪？派对规划者。还是蛮想用到我这个心碎者。哎，我这副脸孔，你这是从哪里买的？哎，我是坚持，然后我刀插在这里，自己都要死，还没插好。枪，我有其他枪了。来喽。为什么我又来这了啦？我是点到什么？已经差不多一局了吧？好啦，各位拜拜。